老板，老板，我家做了凉棚后，下雨还是会喷雨。这边也是一样，你是不是有做室外卷帘？有啊，我们室外卷帘、室外木帘、室外竹帘，我们都有。2 hours later， 我量好了，可是这里有斜角，你看看箭头处，这里比较高。如果做室外卷帘会有小缝，可以吗？我不要有缝，有什么 blind 可以没有缝？建议做室外竹帘，不仅仅没有缝，而且经济实惠，最重要的是可以有你喜欢的颜色。我们采用 Nippon 9000 Gloss Finish 漆，非常耐的，这也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你慢慢看，看看喜欢什么颜色，一般人选择这些颜色，你看看有喜欢的吗？我就选这个浅灰色吧。2 thousand years later. 3, 2, 1. Wow. 3, 2, 1. 不错哦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是绑着竹帘，大风来，竹帘也不会飘的。我们注重每一个小细节，因为我们知道成功戏中取。这样绑了，竹帘就不会飘起来了。要卷上去，就打开字母铁就可以了。不仅仅上面没有缝，而且也有了你喜欢的颜色，灰色。是不是很美啊？太美了，我很喜欢，有亲戚朋友、邻居同事要做竹帘，一定介绍给你。谢谢了，谢谢介绍生意给我，谢谢引荐生意给我，谢谢。要好的室外竹帘，记得找我，我是 Mr. Liu 佳美，窗帘0127201500，0127201500，谢谢。